그렇게 시작한 나베잉 생각처럼 복잡하지 않아 우부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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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이거 말라가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露露丝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我又开始做手工了。今天呢，我准备了一些小礼物，打算做了之后送给你们。至于会送到谁手上，我也不知道。你们知道，赵杰很喜欢，很喜欢，非常非常喜欢手机壳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打算给你们做手机壳，但是呢。我这个人呢脑子不太好了，如果你要用这手机壳，你还得买个手机。对不起对不起，你们应该有看到过吧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可爱，自己 DIY， 然后 DIY 就是很多可爱的那些东西，然后粘上去，然后变成一个很 Q 很 Q 的手机壳。一个是蛋糕睡衣达菲，而且水晶带路彩虹饼干达尔狗，水晶带路画家猫与达菲，啊，好可爱啊！你看，新带路太可爱了吧！呀，这样比较专业啊哈！达菲，达菲，啊哈！垃圾啊哈！仿真奶油，就是那个奶油胶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就还挺可爱的。这个我很爱看他们做手机壳，禁止食用。不能吃啊！不能吃，失望，失望。失望好，那我就开始了。这个不知道怎么下手啊！录不下去了啊！录不下去了，这个 vlog 啊，说明老天在暗示我，你不能有一千万粉丝。赶紧取关吧，赶紧取关，我已经感受到了老天对我的阻止了，赶紧取关。这个咋啊鸡呀啊，这个呀，这小孩怎么这样啊，我还得做六个呢。哇，这看真不错，然后我就把它已经做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手机壳了。哇，好可爱哦！哇哇！第一个手机壳。然后就在风干，这为什么不实用呢？它真的好重，它比手机还重。你要把这个套在手机上，说明我们是真爱。好重啊，这个，但是真的好可爱，就下面挤的那些东西都无所谓，只要把这些东西贴上，就很可爱，很可爱。